养生保命集第八章，文昌帝君显灵故事三则。日期2012年4月15日。来源网友上传，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。第八章，文昌帝君显灵故事三则。正气书生名题金榜。故事一，书生曹芬，松江人士，上京赴考。当天考试完毕，回到旅店中，晚饭后在房中点灯读书。到了3更10分，突然进来一位少妇，坐在他床边。曹芬见了惊异万分，急忙往门外跑，想到朋友房间，但因漆黑不见五指，无法辨认方向，寸步难移。正犹豫间，忽然前面出现灯光，数人提着灯笼，曹芬沿着灯光跟着众人走。不一会儿，众人转到一间庙里去，曹芬停住脚步，在门外往里张望，只见庙内灯光通明，气氛肃穆，正是文昌帝君的庙堂。接着听到声音洪亮的读念今年新科中榜的名单，曹芬于门外静听其名单，念至第六名时，文书官禀告帝君说，此人最近犯邪淫之罪，应当消去他的功名。帝君说，今晚曹芬不贪女色，拒绝寡妇勾引，正气可嘉，将他填补好了。曹芬听了暗自惊喜。等到放榜，曹芬果然考中第六名。所以有诗赞曰：本是无名复有名，浩然正气鬼神境。富贵穷通权势德，风妻因子不高升。游船具美色延寿功名浅。故事二，清朝顺治甲午年，书生汤聘，溧水县人，赴省城应试，于旅店中患重病，半夜死去。冥冥之中感觉到灵魂从头顶上出来，接着飘荡到南海普陀山，求观世音菩萨指引救度。菩萨指示他说，可往文昌帝君庙求帝君查明功名寿元。于是又飘往文昌帝君庙求问帝君。帝君查完功过不知后说，你的寿命虽然已尽了，但是3年前春天你乘船游玩时，船上一位美女见你文雅清秀而动情，百般亲近，要与你苟合，祝苟合无婚姻的结合，被你正色斥责严拒，正气感动天庭神明，因此积下阴德，上天赐予你延寿，同时加赐你功名。帝君又在郑重叮咛，今后更应广积阴德，劝诫世人勿犯邪淫亏损阴德。现今人心险恶，监察神每月登记善恶文部，上呈天庭，故此善恶之报甚速，现世即报应，无需等待到下世才报应。预训完毕，汤聘死而复生，自此之后加倍积德勤学，6年后中状元，功名显贵。后人诗赞曰：得力待如山，正气鬼神清，不怕阳寿尽，延寿好前程。上天赐富贵，众生享美名，辛丑中状元，苦海渡慈航，痛改一念重获功名。故事三，明朝正德年，书生赵永贞，相命先生曾对他说，你前世积德，今年念3岁，可以考中解元，注解元，乡试第一名。如果今世再勤于修善积德，后福将不可限量。
但是考试之后竟然榜上无名，闷闷不乐。于是到文昌帝君庙中祈梦，当晚梦中见文昌帝君言辞责备他，你原本应该中解元，但是你曾偷窥女婢更衣，以淫语调戏邻家少女，所以功名被除去。赵永真真便说，虽然如此，但是并无奸淫。帝君说，凡事心有一念，目邪视，口邪言，均属淫行，性的尚未淫交，倘若能够真心悔改，修善积德，广劝世人戒淫，将功赎罪，功名可以恢复，后福无穷。赵永真听后大悔大悟，俯首痛苦，立誓说，从今日起绝不动淫念，不施淫色，若再犯愿受惩罚身首异处。帝君见赵永真真诚悔改，用笔指点赵永真的心口，永真惊醒，从此谨言慎行，处处警惕自己，万恶俱断，众善奉行。三年后考中解元，于是更加感激帝君恩德，力行善事，堪应戒淫养生保命善书流传劝世。四年后官至侍郎、班务伯、古时州长，摄心不散不乱。一个人若是欲美色当前，而心若止水，不起爱欲之心念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身有道学素养，不然就是一个品德高超之士。这种人不论他走到那一个地方，所有的鬼神都会礼敬十分。一个人若是心存太多的邪念、杂念、怒火、贪望、嫉恨、不满，那么心地就如同一团乌烟瘴气，鬼神看了都会讨厌他，而且会霉运当头，诸事不顺。写书人绝不是在恐吓你，若有心存此种邪念、杂念、怒火、贪望、嫉恨、不满念头太多的人，需自我检点改进，否则你的人生旅途会永远的坎坷不平。要如何摄心？如何使心不散不乱？如果你尚未悟得三教圣人的心法，那就有需要时时看一些修心养性之书，吸收道德的营养素，久而久之，道德的营养素吃多了，那么你的心地就会健康强壮，至少你也可以达到思无邪的境界。你若能悟得三教圣人的心法，再加上道德营养素的补充，不需花费太多年的光阴，你即可脱胎换骨了。心的本体是空的、虚的、无的，只因为有思虑、言行、做作这些变化，所以才会感到有自己的存在。正因为你把这些思虑、言行、做作的作用当作是你自己本身，而未发觉到这些作用变化的本体是空、虚、无，因此永远找不到自己。哈哈，正是，贪看天上月，失却掌中珠，难道不是吗？你只知道贪恋肉身及沉迷意识的好坏之感，因而迷失了自己的灵性，见不到自己。哎呀，你的肉身怎么会是真呢？死了埋了，过不了几年就白骨一堆了。现在就教你一招，先静下心来，然后眼睛向内看自己的五脏六腑，耳朵向内听自己的心身，有没有看到了什么？听到了什么？根本就是空空洞洞的，什么也没有看到听到，而此空空洞洞就是心的本体。
你若能守此空洞的本体，就可学摄心如何摄才是守呢？向内看，向内听，即是守也。此守非以意识来守此空洞，而是以觉来守住空洞本体，体会得到吗？一棵能成为栋梁之材的树木，最少也需十年或二十年的时间。那么你想要使摄心不散不乱的功夫能够纯熟自然，当然也不是短期间就能垂手可得的，请读者需要有恒心及耐心的磨练，日积月累，自然会开花结果的。果实成熟了，又甜又香又可口，不是吗？阅读书籍《养生保命集》，《养生保命集》第七章《关圣帝君显灵故事四则》，日期2012年4月15日，来源网友上传，作者中华道德学会编著。第七章《关圣帝君显灵故事四则》，疏扫乱伦报应胜诉。故事一：陈书生，浙江省人士，才貌双全，但是十分贪色。哥哥婚后不久去世，遗下年轻美貌的嫂嫂。陈书生勾引嫂嫂通奸，初时恐邻里议论，只是偷偷摸摸，日子一久，毫无顾忌，将嫂嫂当作妻子一起生活。适逢科举考试，陈书生求功名心切，有一天听说晋县内有关圣帝君庙经常会传出机闻，极其灵验，欲求神明庇佑金榜高中，于是前往关圣帝君庙，自以为有才学，想对关圣帝君试试是否灵验真的有神，拈香进求机闻，赐之功名符箓。注：机闻，古代求神占卜疑问，由机同于沙盘上写下神明所指示的文字。沙盘上机闻说：“我有一对联，让你对，你愿意吗？”陈书生回答说：“愿意。”一会儿，机闻出世上对：“红锦被中。”无限恩爱呼嫂嫂。陈书生一见机闻，惭愧地将头低下去，顿时脸色苍白，全身发抖，直冒冷汗，羞愧无的，不敢对答。不久机闻出世：“你不能对，我替你对下联吧。”机闻接着出世下联：黄泉路上有何面目见哥哥？陈书生看了机闻，面如死灰，惊惶失措。回家后，自此重病，医治无效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。关圣帝君在生之时，无论是行军打仗，每于晚间必读《春秋》等史书，最重礼义。凡是读书人均十分敬重关圣帝君。读书人知书识礼，为世人之表率，倘若读书人犯淫乱伦，其罪加一等，报应之速，世人不可不知，应引以为戒。正义忠贞金榜高中。故事二：林登云，宋朝江南人。有一年，坐船赴省城考试，途经吴淞江，船家于傍晚靠岸停航。岸边有一座高楼，半夜突然失火，时值冬天，风高雾燥，风助火威，转瞬间火光冲天，高楼内的人四处争相逃命。忽然楼上窗口
有一位仅穿贴身内衣之少妇跳下来，恰巧跌落在林登云的船舱。林登云见状，立即脱下身上的皮袄给少妇穿上，一来借以遮羞，二来可以御寒。其实船夫、船客均被惊醒围观，林登云恐船夫对少妇起淫念，非礼妄动，于是整夜点灯读书，不敢睡觉，直至天亮，护送少妇上岸回家，然后扬帆赴省城会考。放榜之日，林登云被取录，欣喜万分，即刻前往拜谢主考官。报上姓名之后，主考官向林登云讲述取录的经过。当天评审你的试卷时，因为不及格，将其放弃在一旁。那天夜里，睡梦中见关圣帝君在你的考卷上批示。少妇体皮袄裹，秉烛达旦你与我。第二天醒来，见你的考卷竟然放在被取录者的桌子上，令我惊讶不已。你此次能中榜，量必复考之前曾经做了极大的善事，感动上天，才能够蒙关圣帝君亲赐功名。你可以把修善之事告诉我吗？林登云听后，初时直发愣，后来定了定神，联想关圣帝君的批示与吴松江上少妇跳船一事，将经过告诉主考官。主考官听完后，盛赞林登云声明礼义的善举，出于至诚。第二年，林登云上京考试，金榜高中，被选入翰林、驻翰林、宋朝的文学侍从官。因尚未娶妻，当时和宰相器重他的人格，特别将千金许配给林登云。由于林登云为官廉洁公正，官职步步高升至侍郎、尚书、驻侍郎各部的次长、驻尚书、部长。林登云的二个儿子均聪颖过人，年轻及第，俱入翰林。林登云正义忠贞之心，关圣帝君感应显灵，所获得的福报成为千古美谈。恶僧动一念，烛龙成黄河。故事三，河北省行州太守方古珍的女儿，清秀聪明，自幼精通诗词，年方十六岁。有一天，到关圣帝君庙进香祈福，庙中一位恶僧垂涎方小姐的美貌，心动一念，对方小姐说：“我有一首《回向记》，祝《回向记》佛家的唱词，念诵给神明，听了之后可以为小姐添福。”方小姐不知有诈，就跪伏在神前，静听妙僧念祭词。不料恶僧竟然念道：“江南柳，嫩绿未成荫，知晓那堪攀折曲，黄鹂飞上力难堪，柳曲呆春深。”方小姐明晓淫词无耻，听后愤怒填胸，立即奔出庙外，登车回府。半路突闻空中洪亮的声音：“方侍女，你要牢记淫词，回去告知你父亲，我将助你收拾此淫僧。”方小姐闻言，仰头望向云端，有一位神明，枣红面长须，骑赤兔马，威风凛凛，知道是关圣帝君显灵，急忙下车拜谢帝君，然后驱车回府。恶僧见方小姐怒气冲冲而去，查问之下才知是太守之千金，自知闯下大祸，于是想即刻离开避祸，
但是无论如何奔跑，始终围绕着关圣帝君庙，死兜圈子而已，无法离开。方小姐回到家里，将刚才的经过一一禀告父亲。方太守听后大怒，立即派官兵前往捕捉银僧。众官兵见银僧在庙外绕圈，捉回去见太守。古代凡犯淫者，以竹笼装后抛入河中，作为惩罚，同时警戒后人。淫僧也不例外，将他装入竹笼，命人抬到黄河边。临走之前，方小姐也作一词，请父亲念给淫僧听，以消淫僧之孽障。太守念道：山西竹巧匠作为龙，留与淫僧葬法体，碧潭深处半蛟龙，方知色是空。然后将竹笼抬到岸边，抛下急流中，冲入大海，让蛟龙冲击。淫人妻子，妻子被人淫。故事四。李家俊山东历城人士，以贩卖乌藻为生，经常到临镇做生意。有一次见临镇郭永寿的妻子年轻美貌，趁郭永寿不在家，又骗郭妻回家。不料回到家中，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被别人拐跑了。据邻居说，妻子跟别人私奔的日子正好是李家俊私诱郭妻的同一天。李家俊并不因此醒悟因果报应的天理，反而暗自庆幸，幸亏带郭妻回家，否则岂不成了寡了。由于郭妻本质杨花水性，过了不久又跟一位比李家俊年轻的人私奔了。正当李家俊自叹无奈之时，郭永寿因妻子失踪，一路查访追寻到李家，并且到衙门控告李家俊诱拐他的妻子。但是由于郭妻已再次跟别人私奔，李家俊自恃郭永寿没有证据，故坚持不承认曾经诱拐郭妻一事。郭永寿无可奈何，只可作罢。听乡人说，附近关圣帝君庙内有鸡比伏鸾，十分灵验，就请乡人带他到庙中请示。圣帝降鸡是尸批说：鸳鸯梦好两欢愉，既否罗妇亦有夫。今日相逢须一笑，分明一样化葫芦。郭永寿见诗文，默默无语，低下头，惭愧地离开。陪伴他到庙里去的乡人见状，猜想郭永寿之妻子必是他以前也是诱拐的来的。可见诱人妻子者，妻子被人诱，天理昭昭。